着三十度以上高温，一路吟唱部落古调，为历史正义而走。十九号抵达花莲秀林乡，当地原住民族面临太鲁阁国家公园、亚洲水泥跟狩猎等争议，土地权跟文化权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。这一次前往秀林乡，希望听听当地太鲁阁族声音，一同带进总统府。蔡英文在选举前对我们原住民族的一个承诺，他要如何对我们原住民做道歉的？在八月一号的时候，难道是一个只是演说式的方式，或者只是一个鞠躬一个道歉，就这样子带过去吗？太鲁阁族地区的亚洲水泥土地纠纷，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判亚尼败诉，还有两位地主县府已发回权状，但到现在还是没有实质土地权，让族人相当不满。我们赢了，赢到现在还没拿回来呀、啊，他还不给我们，难道说我们抛弃了吗？没有主人能够抛弃自己的土地。我们出来抗争，我们出来争取，争取了几十年才换回两笔小小的土地，而且还只拿回所有权，我们连站上那个土地都会被赶走。除此之外，太鲁阁国家公园为太鲁阁族传统领域，受限国家公园法不能狩猎，他们期待总统蔡英文跟新政府尊重狩猎传统文化权。狩猎就是文化，文化就是生活，他平常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啊过生活，我也是这样养大的，我也是猎人，大家都开始正视这个问题。为历史正义而走发起人马耀武道表示，还会再号召更多原住民族前进凯达格兰大道，诉求蔡英文总统兑现选前承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